自少年自开播以来就创造了不少话题，近日武力学长徐凯浩也被邀请与冥王星成员同台表演 Take You Home。 作为助力学长，徐凯浩曾经是偶像练习生的一员，在练习期间他也一直陪着八个人在半夜练舞，给学弟们专业示范与指导，还勉励大家不要在舞台上害怕犯错。对于专场表演，徐凯浩表示很开心能和大家合作，很像回到偶像练习生和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，希望观众可以喜欢这个舞台。而该集舞台表演放出后，关于原子少年冥王星的讨论也迎来了高峰，林嘉诚的姐姐还自曝在他们表演后还帮冥王星的吕植宇投过票。对此林嘉诚也幽默表示希望他们两个不会有什么。而这次冥王星的舞台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，大家纷纷表示不白走这一回。还有粉丝留言，这一团的表演还有这首歌看了心情很好，哎，而且感觉很多成员都表现得不比武力学长差，能获得这样的成绩也不算辜负节目组的安排了。